公狗绝育的好处和坏处。公狗绝育的好处和坏处，在绝育之后，公狗不会再发情了，因此也不会出现发情症状。没有做绝育的公狗往往容易受到其他公狗的攻击，能减少被别的狗狗攻击的危险。相较于没有绝育的公狗，绝育过的公狗更不容易生病，患病的危险降低了，狗狗的寿命相对也能延长一些。一般公狗在做了绝育手术之后，即便只吃相同的食物，身体也容易发胖，体重会增加不少，